们要先欢迎呢，我们要先请我们的这个智新处长郭村阿妈到，很好哈，来我们的玉行阿妈，有哈，今天我为哪来的？为北港来的。北港来哦。我为北港来的。其实一开始10年前，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叫做失智，然后妈妈一开始就是，会忘东西，然后后来逐渐连药都忘了吃，然后甚至就是当下她做了一些危险的动作，然后我们纠正她的时候，她会觉得说她根本没有做过。那当下的时候，其实亲子关系很紧张，因为我们觉得她是狡辩。然后后来才慢慢知道，然后透过一些问医生，然后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说他其实是失智，然后经过一些就是检查什么的才确定是失智。那原来失智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对他来讲其实他也很辛苦，因为比如说脚放在那个椅子上是很危险的，可是他过了就忘记了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下次不可以这样，他说我没有啊，我又没有做。那我们就很生气，我们会觉得他是在狡辩，可是对他来说，他觉得他根本忘了，所以他会觉得我们是在诬赖他，所以大家就会很不开心。最辛苦的部分就是说，他不知道今天又哪一块又丧失他的那个能力了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跟上那一块，然后去协助他，对。他其实然后一直在重复，比如说洗澡不会洗，刷牙也不会刷，那其实这一块就是有时候真的会失去耐心，说实在的，但是就要赶快拉回来，就是说我们小时候也是妈妈这样子照顾上来的，一定要一直常常告诉自己，就是说要把握机会，不然其实真的是很累的，对。